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来玩一点不一样的游戏哈，它跟罗霸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哈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我的小鲨鱼》啊，它是在 Steam 上面有哈，然后是款免费游戏啊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可以下载来玩看看，在 Steam 上面就有了。那这款游戏的玩法有点类似像电子机吧，你给它不同的东西呢，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结局啊，是一款多结局的游戏。那目前呢，据我了解，据我所知呢，啊，它有11个普通结局跟2个最终的结局哦。那我也不会全部把它破完吧，我还是会看大家的反应哦，就先破5个结局好了。如果大家反应够热烈的话呢，老头觉得不错哦，应该没有意外啊，就会把它全部补完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啊，我们就是选中文嘛哈，直接来开始游戏哈，耶，然后就很开心这样子。要领养一只电子小鲨鱼吗？然后这个不要是绿色的，哎，会让人家以为是要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样子我们选好的红色的好了。啊，这样成功进来了。我要吃苹果。你想吃苹果是吗？给你。对对，就是那个。啊，就是这个。可以啊，给你啊。好好吃哦。好吃啊，谢谢你。然后嘞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。收起来喽。瘦下来咯，是给他举哑铃是吗？然后让他睡觉，啊，他睡觉了这样子，神清气爽。然后这个鸭子也可以点呢，好好笑啊！这个回收桶是什么东西？给他资源回收吗？哎，我把他的睡床给弄不见了。哇，啊，我把他所有东西都回收掉了。啊，他可以回收吗？不行。再给他吃一个苹果，已经不饿了。那继续睡。我刚梦见自己被吃的只剩鱼骨了，吓死我了！被吃的剩下鱼骨了是吧？那按这个是往出门。小鲨鱼出门了是吧？这个云可以动哎、欸，这云可以推哎、欸。那这边有一朵花，我捡起来了。啊，这个云到底是干嘛？为什么我可以脱衣这个云？回来。给你这个花，好漂亮的花，谢谢你啊！听说这个花非常需要光照，光照就能给它提供足够的养分，只要开着灯，它就不需要其他氧了，很方便吧？啊，是啊，那我就帮你开个灯。哎，哎哎，什么？我只是，哇，这食人花吧？这个通关了结局吧，成为养料的鲨鱼。这个是一个结局是吗？然后呢，又问我要不要再领养一只鲨鱼是吗？我这次选不要会怎样？哎，我选不要，它会一直动哎，我一直点会怎样？真的放弃领养电子小鲨鱼吗？取消？取消就会跳回来了是不是？好，那我是的。你通关啦，一个人也很自在，这也算一个结局是吧？这也太快了吧！我现在已经第二个结局了，距离我们说5个结局还有3个。我们再养一只，他一开始要吃苹果嘛，对不对？那总有点，哎，怎么开始有云在飘啦？刚刚不是没有云吗？咦，先给你吃，吃啊！你为什么不讲话不吃？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哦，我可以一直点苹果哎、欸，不要给他举哑铃，我就一直给他吃。我爱吃苹果，我爱吃苹果。好，继续。嗯，鲨鱼应该吃鱼肉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吃苹果也很正常嘛。对啊，我们的鲨鱼是吃素的，是不是？吃的很满足啦。继续，继续。我会不会吃胖了？不会，不会，你很瘦，吃。好想锻炼一下小小时啊。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继续，继续。好像身体卡住了。卡住了，继续吃。真的不能再吃了。哇，它要变成宠物模拟器的鲨鱼了，你知道吗？越来越大只。我怎么完全变成方块了？那你可以去宠物模拟器啦，隔壁棚啊。结局一，胖胖鲨，还蛮可爱的、欸、如果宠物模拟器出这种鲨鱼，我可能会想买一只哎、欸，挺可爱的。啊，我们再养一只。这个是第3个结局是不是？一样是先喂苹果嘛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好，好好吃，谢谢 谢谢你。啊，这什么？
这个是怎样？啊？哎、欸，那只胖鲨出现、啊。你是？如果你不想变成我这副样子，就快点逃吧。难道你是被喂着？快离开这恶劣的主人，不然你也有危险。我什么？你明明就是你很贪吃，这什么东西？口碑太差的事主。不是啊。啊，他之前不是说他很喜欢吃苹果吗？哎、啊，怎么有个叉叉、啊？你要养一只小鲨鱼吗？你按掉了、欸。你发现我了。你发现我了。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。真的吗？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找到我的。啊、这个真实的，不需要靠电子数据喂养的，真正活着的我。是吗？啊，这一次终于不用再被变成电子程序了。其实是我的缔造者想要制作一款游戏。制作一款游戏。我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拖进来改造成电子程序了。哦，结局。然而，在和你相处的过程中，我渐渐地发现你是个非常有趣的人。你会认真观察生活的细节，总是有着丰富的探索精神，喜欢尝试各种各样的新鲜挑战。我也逐渐想要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。可你每次我有朋友了，就又会变成被程序所操控的傀儡，不得不去扮演一个笨笨的电子宠物游戏的主角。所以他是演戏就对了。我不喜欢那些爱你，也不喜欢必须依照程序指示来做出行动的生活。我只想像这样抛开规则和约束，真正的作为活着的生命，和你聊聊天。你真的做到了，你把启动游戏那个对话框给关掉了。虽然这意味着作为游戏的程序已经结束了，但我们在这一刻也终于成为了真正的朋友。我们真正的故事现在才开始，就在现在这一刻，我真的好期待和你一起的生活。所以嘞，哎 ，my friend。所以这个是真结局，我莫名其妙触碰到真结局一了。我记得它的最终结局有两个，真的结局有两个的样子啊。所以我刚刚只要按一个叉叉，然后我就通关了，它解放了，不再是啊数据鲨鱼了，啊不会被数据给操控了是吗？感谢游玩，再继续学我们的中文。所以说他这个叉叉不见了，那我们一样从头开始，我们再一个结局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想吃苹果。好啊，吃苹果。对对，就是那个。哎、欸，对。可以给我吗？好好吃啊。啊，给你。谢谢你。然后吃了之后呢？把他这个全部弄掉，给你锻炼一下。收下来喽。收下来喽，不要睡觉，直接出去会怎样？这个把它捡起来，哎，然后再把这个给弄掉，直接关灯会怎样？哇，好黑！哇，好黑！是你关了灯吗？这时候它就不会被吃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打开。黑暗好吓人啊！黑暗好吓人啊！再一次。我害怕关灯。害怕关灯？啊，我现在要怎么做？给你锻炼一下。这个东西是哑铃吗？啊，不然是什么？那给你睡觉。睡觉关灯可以吧？神清气爽，不行，怕关灯。他不让我关灯的呢，他这次不让我关灯的。已经不饿了，那你就继续练，练到你累死为止。健身吗？对，你现在只有这个可以按了。游泳算不算健身？游泳不算健身，拉哑铃才是健身。不用抓鱼，给我健身就对了。肌肉沙。对，肌肉沙，哎，他很累。身上有点酸疼，是正常的吗？是的，正常的。他现在有点不爽了，身体有点痛，而且好困啊。继续。可以让我休息吗？不行，继续。我啊，他累死了。我是一个失败的主人。哈哈，哇，横纹肌溶解，我的天哪，五个结局了。第五个结局才对啦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五个结局是吗？要不要再一个啊？我看一下，哎，现在是直接来到晚上啊，哎，外面直接晚上嘞。然后这个一直按可以干嘛？好像也不能干嘛的样子。给你吃苹果，刚刚那个胖胖的好像已经不算数了嘛。谢谢你。哎，好好吃，谢谢。收下来喽。收下来喽。我看一下，为什么外面现在是这种？哎，这个星星可以点掉、哦。然后这云到底可以干嘛？其实老实说，我不知道。它可以脱翼，
可是放哪不晓得。真的不晓得。我们关灯，不要装在身上关灯。哇，好黑！好黑！是你关了灯吗？如果我灯都不开会怎么样？我灯不开，我灯都不开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好像完全没有任何反应。拜托，可以先开个灯吗？我真的非常非常害怕关灯，要是关灯太久的话。咦，这个声音，咦 ，Hello， 求你了，快开灯吧！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让你觉得无趣了吗？真的这么讨厌看到我吗？我会尽力让你开心的，可以开灯吗？我不要，我要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的眼睛看到我了。谁？你会被当作是无趣的、没用的。开心都做不到的傻逼，他会注意到我的食指，然后把我……拜托，时间不多了，求求你开灯吧！我正在救我们，他已经看到我了，完了！求求你放过我，我还可以继续运转，我真的没有出错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可……哇，被关掉了！哇，所以嘞，我要开灯了吗？被做掉了，被他眼睛看到做掉了，被视为无作用的鲨鱼，有点可怜。好啦，反正大概就是先这个样子啦。那剩下的结局，老头之后呢？如果大家的反应够热烈，大家反应够热烈的话，老头再来拍之后剩下的结局，每一个结局都会尝试一遍，把它全部拍完。那一样，如果喜欢这种系列呢，喜欢老头玩其他小游戏，也别忘记按下那个影片下方的喜欢啊，订阅加上小铃铛啊，就可以追踪老头最新的影片通知啦。那观看数够高的话呢，老头呢就真的会考虑拍下一集给各位看，好不好？那别忘记了，该做的都给他做下去就对了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呢，我的小鲨鱼再见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